剛剛過去嗰個猴年，營商嘅環境咧充滿挑戰，但係有賴社會各界同埋合作，佢嘅夥伴嘅鼎力支持，集團咧我哋30,000多嘅員工係齊心努力協力嚟耕耘，使到我哋嘉華集團嘅地產、娛樂、休閒、建築材料同埋酒店四大嘅業務都喺唔同嘅領域繼續創造佳績。企業嘅成就咧，就係整個團隊實事求是、務實經營而成。依家世界經常係提到企業責任，我認為假如一個企業能夠本著建設社會、創造就業、穩健經濟為大前提，是先要做好，然後逐後做大，係呢個係對社會、對業務嘅夥伴、對客户、對員工係負責，呢個係最基本嘅企業嘅責任。